热舞秀与好康送礼，聚集许多民众驻足在此参与。中嘉集团在锦里路的常德立冠万象有线电视门市重新翻修，提供智慧家庭生活的创新体验。开幕活动就吸引不少路过民众兴趣，体验机商和高画质与数位汇流多元服务。我在这家已经看了差不多8年了，刚刚介绍这些是还蛮不错的，我刚拿这张回去参考看看。我一直以来都有用中嘉的，那今天刚好来缴费，那看到这门市改装，觉得很棒，很不错，很有新鲜感。对，那今天好像他们门市也在做一些活动，今天体验了一下那个他们的那个机上耳，那我觉得他们那个 4K 画质真的是很棒，然后再来是他们的网络的那个速度是很稳的。我想这一次我们常德万象立冠的门市全新的改造，打造 Home 家的居家意象。那我们现场有提供整个一居光纤上网的高速体验，也提供了 4K 机上和高画质的节目，那收视户也可以配合高速的宽频呢来进行所谓在电视上看 YouTube 的节目，所以非常的便利。那我们今天的开幕活动呢，也邀请了这个附近的邻居跟收视户呢来门市参与哦。那不管是跳舞放松，或是观看我们的随选荧幕哦，都可以让大家有非常好的体验。新品牌 HomePlus 中嘉以高速稳定的宽频为基础，透过与多家国内外策略伙伴结盟，共创一站式数位汇流环境，相互传递幸福，提供方便生活资讯，进而创造智慧家居友善环境。记者温俊台北报道。